分析完数据之后反馈在这个设备，比如说公交车，公交车车后面玻璃它可能会有个显示屏，啊，向外面去公布，可能说来自于各个周边的马路的交通拥堵啊等等，反正它作为一个数据的，就是回传反馈给后面的观众看，啊，这么一个信息的话呢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挑这个芯片。你说视频采集，哎，它涉及视频采集的芯片，但是它又涉及显示的芯片，等等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想去找芯片的时候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，那可能我们还考虑到，比如说要做这个载体，它可能会承载着一些，比如说，周边建一些马路啊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红外线的这个雷达，它可能有个简单的建模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能够有违建啊等等这些的扫描。然后我们把这数据反馈给相关部门，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一个设备，其实它在公共资源上面，它能采集很多的数据反馈给不同的单位啊，然后这其实是很高效的利用这个叫我们叫共享经济嘛，就不用说哎呀我又建一个设备去扫描，建一个设备去看路况啊，像这种的话就变成芯片我们就很难选了。你这个应用的话，我感觉应该现在没有现成的芯片可用啊。因为像我们其实做芯片的逻辑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先用通用的芯片先去解决说这种应用形态到底用户接受不接受，对吧？因为最大的变量是在于说用户到底怎么用这东西嘛。然后我们做芯片，实际上是说把这个东西做成以后呢，它是一个 cost down 的方案，对吧？主要把它成本做下来。所以我们在检验这个阶段，因为这些可能它应用规模也不是特别大，它可能。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说，可能稍微高点问题也不太大的。像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芯片之前，我们是花了2年时间，是专门去打磨说什么样的应用形态是用户愿意花钱去买的。因为 AI 的应用来说，其实很多你做出来别人未必需要用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做出来之后，用户他对这个应用形态觉得愿意买单，那到时候我们再去定义一个新的芯片，我觉得相对可能会比较风险会低很多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请问，我可能要问问张超辉先生，因为华为的哈，我们正好也在关注华为有一个就是970、980，包括现在可能要推990这个芯片嘛，就是华为的70。麒麟芯片是吧？啊，对，70芯片，然后70可能会更多的应用在那个个人的手机终端吧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想着，其实像这一块芯片的话，我觉得蛮适合我所说刚才用的这种场景的，啊，但是我就不知道如果运算量来说，它能不能去负荷到这样子一个运算量。我不是芯片的专家，但是我了解一些，就是它这个规划的这种系列啊，麒麟系列是针对手机的终端的，另外针对这个行业里边，这种应用，比如说像。一些边缘的场景，它有阿特拉斯，阿特拉斯也是有一个系列的，从200、500，到这个后面更高级的，它这个面向就是在小的，比如说像这种一些智能的视频的分析，到大的就是到多少漏十几漏的这种分析，这是都可以支持的，这些就是边缘的盒子，可能它面向是小的这种场景，然后在服务器端也是有更高级的一些。芯片，这像泰山系列，这种服务器上面也有，对，像你说这种场景，我感觉像边缘的这种场景可能比较匹配一些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对，我也再给您补充一下，其实您刚刚说的是，实际上是跟计算机架构相关的。像我也做项目，有选型芯片。其实一般来说，你可以把它比对成就通用计算和专用计算是一个道理，芯片也是一样。你要选通用芯片的话，必然有一些折中；选专用芯片的话，你可能不是靠一个芯片，靠几个芯片完成一个任务。它其实是您刚刚的问题，与其说是芯片的选型，倒不如说是计算架构的选型。这可能是更就是那个方，就更是这个学术领域的呀。好，还有什么其他的？这位先生吧。这个问题呢，请那个韦总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是做那个运动实时训练的，跟运动员提供训练系统，
然后另外呢是给致残的人，比如中风的人，就是运动康复。那么这里我们用到了微软的那个 Connect， Connect 呢现在是它已经刚推出的一个 SDK 加云的这样一个套件，我们在做测试，当然我们觉得已经非常完美了，因为我们也在这个行业做了10年啊，在美国和中国，以前我们做用了很多一些其他的方案，但这个方案目前来说是工业级的，是非常好用的。那去年10月我们这个方案也跟那个盖茨先生做了个汇报啊，当时在那个就是，但是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说韦总，主要是就是如果这套方案用上了5G 以后，会产生哪些变化呢？就是说，是不是这样？多谢啊，就您的问题就是说是，他现在 connect 到第三代了，那小小的那个 connect 对吧 ？For Asia， 对，他是这样，就是本身的话。刚才其实我看好像是哪位先生讲，就是关于这个韩国哦，对，就你就说的这个5G 上来之后，在韩国的话 ，ARVR 一下最火爆。那么如果5G 出来之后，可以很明显看到的就是说，它的这由于它的数据传输量，它的这个承载的数据传输量大的话，对于那个应该可以算是也算一种 AR 的场景吧，它的这个用户体验感觉我就会得到很大提高。那么。无非就刚才我也讲过，就关于人类最终对于通讯的需求，我觉得感觉就实际上就是刚才也有个专家讲，就无感，无感是人类对于技术的最高目标。那么，因为我们自身是无感的，就是我们如果人家碰我们一下，其实马上就知道，看一下马上能反应。但隔绝到设备的话是有感的，你会有延迟。比方你戴这个眼镜的话，你还是感觉就是，尤其在跟物理世界交互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延迟，有时候就会头晕啊，效果不那么好。那么现在还是这样子。5G 来了之后，尤其是顶级的 5G 的这个场景的话，它是可以基本做到你可以无感。所以呢，我的感觉是，如果你的用 Connect for Asia 这，如果要产生一种无感的体验的话，那 5G 就绝对是只有靠 5G 才可以实现。但如果你那个只是简单的建模和这个后期的分析这些的话，那 5G 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效应就没那么明显。对，因为这个其实现在的通讯最基本的都已经实现了，就能用和好用。现在我觉得 5G 实现的很多方面就让它更好用，让它变成让人家大量去普及。那么现在是否找到一些从不能用到能用的场景呢？这个我其实坦白讲我还没有看到那么多，其实这也是5G 出来之后大家都要去摸索的话题。